享誉全球500多年的奥地利国宝维也纳少年合唱团，四大团之一的布鲁克纳团即将来台展开巡回演出，他们美妙的歌声也带大家先睹为快。穿着湛蓝色和白色的水手服，唱出天使般的歌声。过去只有在宫廷、皇家教堂弥撒以及国宴中才可以听得到的维也纳少年合唱团美声，现在有四个团在全球各地巡回演出，今年换成布鲁克纳团来台献唱。他们以挑战相对比较高一点难度的歌曲组成，所以圣歌啦啊，或者是一般中古世纪的这些歌曲啊，其实是少不了的，也是他们的一个专长。擅长中古世纪圣歌、世界民谣，指挥卡宁说，这些小朋友就是爱唱歌，清晨6点来到台湾，就迫不及待想要练唱。来台湾5天，全台巡回演出，据说票房早就销售一空，也让人见识到这群小小天使的天籁魅力。中天新闻台北综合报道。